你好，我是林松，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。长久以来，房事和爱情一直都是网上讨论经久不衰的两个话题。人们一直关心房产走势，因为这个涉及到人们最基本的需求。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全温馨的住所，无论是给自己还是为家人考虑。 我在微信群里或者网络社区，经常看到有很多人讨论未来房价走势怎么样。很多人在群里为了这个话题争论、吵架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实话实说，我个人从不参与这类讨论，因为早就看透了，争论意义不大，没啥意思。 纯粹属于浪费时间。从大家的立场，基本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。还没买房的就说房价肯定会跌，以便自己可以低价入场买到想要的房子；已经买房的就说房价肯定会涨，毕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房产增值赚钱，所以。 看似双方在讨论问题，其实吵架双方根本不是在讲道理，也不是看谁有逻辑、谁的数据和经验更可靠，完全是屁股决定脑袋，都在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已。所以，有的人说房价跌了，有的人说房价涨了，都正常，都对，毕竟我们面对的市场巨大。 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冰山一角，而且房市和其他市场一样，都是有起伏波动的。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就好，涨了就高兴，跌了就垂头丧气，没必要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